这里的 a 平方加 3ab 加 b 平方可以写成 a 减 b 的平方去加 5ab， 因为 a 减 b 的平方可以写成 a 平方减 2ab 再去加 b 平方，所以把数字带进去是6平方去加5乘以5，所以答案等于41，所以正确答案写 C。